道哥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来找沈总来。让我上车啊。看起来一点都没变。我爷爷在哪儿？说话！耀阳哥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火？我还没问你我爸爸怎么样呢，你倒先发起火来了。你为什么离职？因为 PTSD， 还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杀了你亲爱的刘队长，所以你崩溃了？这几年我日思夜想，就是想要面对面的问问你，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们？背叛？那是你误会了。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一名特警。如果当时你也参与贩毒，我照样也会抓你。还有你的爷爷，你的新搭档张晨，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掌握在我手里。张九，以前我以为你只是天真，看来你是真的疯了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，刘队是怎么死的？就是用你给我的那把枪。很厉害吗？我跟你比枪，看看我们俩谁能赢。我数三声，我们同时开枪。
大哥，你太棒了吧！你怎么会被绑在这儿？知道我早走了，我还等你来救我。小子，你自己解，我去找张九。哎，哎，还不下来啊，桂儿，我椅子底下有炸弹。桂儿，我们会不会就这么交代在这儿？这种炸弹我见过，爆炸装置跟椅子承受重量相关联，这个数值大概是两个人的重量。这里有一个浮动标准，你一起身，炸弹可能就会爆炸。爆炸范围大概是多少？你那边有几个？六个。直径大概10米左右。我们试着拆除一下。慢点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耀阳哥，游戏已经开始了，两个只能活一个，你到底要选哪一个？今天的事儿怪我，我被刀哥偷袭了以后醒来就在这儿了，是我太大意了，就别说这些了。三分钟，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，二选一，二选一。桂阳，桂阳，桂阳，冷静一点，回家再发病，现在不能掉链子。你带药了吗？刚才触动了爆炸装置，门被打开了，他们俩是相连的，这是张九设的局。三分钟，只能救一个。三分钟，只能救一个。桂阳，桂阳，爷爷。桂阳，只剩85秒了，再不能下去，我们三个人都得死。张晨，闭嘴！桂阳，你行动力、侦查力都比我强，以后抓毒王就靠你了。桂阳，带你爷走啊！桂阳，别管我，你们快走！走啊！快带你爷走！带你爷走！带你爷走！爷爷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比起那个优柔寡断的郭阳，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敢打敢拼的耀阳哥。你不走，不走我就跳起来，我们一起死！快带爷爷走！你们快走！郭阳，走啊！带爷爷走！
对不起你。